换卡，录到满再说。好啊，不用啊，就差不多录到休息。那我看时间。12:28，什么时间？你不是要让我看时间，照他看，照我念的就好了。我的有录卡。有啊，有。好，那走了。杯子啊，还有垃圾，我就叫你拿。你有要下去喝吗？没有吧。那你就走到出口下去一下，等那面罩也弄好了，没有要喝。哦，真的？那我都把它喝光了，你都没喝。我刚刚有喝啊，我刚好抽水。那就好，因为刚别人都在叫，那个滴滴滴滴滴叫的很低。啊？那里有？好像不是哎，那不是。拿的吗？拿去解除那个账。Romantic 吗？对，就是他。
这样。晒的，你看，树上没雪。对啊。还是凉凉啊，负二度吧。你说什么？我有看山顶。山顶才负二，那下面就零度以上。他是在快速下坡，好冷哦。会冷？对啊。这就晒暖了吗？哪里冷？风吹来手会冷。是啊，你的手没有冷后。突然觉得很冷。嗯。没有很晒，光晒。因为没有动吧，也没有动就上车。我左边耳朵好冷。不是，因为我的面罩好像湿的那边是朝那个地方，所以好像我没有换过位置，我应该都是整面。我就给他转一转了，我没有湿。因为这个面罩用两天，所以今天就先抹一面，明天再抹，我很臭臭的。嘿嘿嘿，知道了，自己臭自己。很臭。就是以路满为止的策略，守门守路，开始有点怀疑，这样可不可以滑到四天？为什么？就是我们原有的路线比想象中简单，但是未有的路线又太难了。不知道。好，今天都不滑新路线。然后明天去滑终极的新路线。嗯。那要是觉得还是点点点的话，后天就可以萤火缆车旁边那个就滑下去吧。那也是终极，那也是终极。为什么？对，但是因为考虑到我们的心理因素，我们先挑终极看起来比较宽的地方来滑。嗯。然后那个萤火缆车旁边那个看起来好像没有很宽。看起来啦，所以那个。才把它摆到第三天。其实我觉得，以我们技术都可以，但是我们的心理可能还未习惯。你看这下面的雪其实是松松的，有没有？嗯，乱乱的。哎，这不是滑道，难怪松松的。这里是那个开放区域吧？好冷哦，我手指都冷的。手指有点冻，热热的，我晒的热热的。哦，手指是直接冻的啊！用手里面握拳。你的手套还好吧？还是因为我是黑色的关系，比较吸热。我不知道，我是觉得手指。那你对着太阳的地方吸一点太阳吧。你看这里，我这里也有啊。有影子啊。但是我不知道什么，就是一出来觉得很冷。嗯，我是完全不觉得冷。我现在这边人太多了哈，都不会有小动物。被烧烤的温暖的感觉。你要场比较大，应该会有小动物。手指头是冷的，还是刚刚滴水是它湿湿的？还是你的手套吸了水了？没滴。你每天都换一副吧？我每天都会换，但是我觉得这副比旧的点的是旧的，比旧的那副好。比较防水的感觉，嗯，这副比较好。搞一搞一搞，你也是觉得新的好嘛，对不对？什么新的好？你现在戴的也是新的啊。嗯，对啊。因为旧的有点小嘛。好冷哦。嗯，一出去右转就接回去那个。来云海缆车的路，往左转就回去同妈。好好吃的鲷鱼烧。还好啊。目前那个阿福林也好吃。啊什么？对这边印象还是东西很好吃。是啊。不过雪宇说烫咖喱的口味不太一样。嗯，但是冷还是很多，还是等下就去吃。姐就是刚有问啊。嗯。哦，
还是汤咖喱晚上吃？他但是他都要排队呢，看，再来看一下时间、嗯，看排队时间或什么的。好冷。先滑到遇到他们为止。对呀、啊。他们坐上去，他们会去挑战。或是他们先去吃，他们两四个人等位可能比较久，我们两个人可能比较好猜。很紧张。对啊，反正他们也是。对啊。有这么冷？有，很冷。我的话被烤得暖洋洋。我很冷，很冷。我现在超冷的。我拉起来了。哎、欸，你拉。哎呦，冷死了！这么冷、啊。现在还在大太阳晒呢。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冷，我超冷。右边啊。右边、啊。直走，直走右下角，直走右下角什么意思啊？如果我们下不去，可以坐轿车下去吗？可能要拖板走下去。那一段嘛，我现在这样子的状态很宽啊，很轻松，脚不会酸呢、欸。我觉得我是联络到脚才酸，这样都不会酸呢、欸。就到好了，然后你查一下餐厅要等多久，好不好？你有在查吗？我叫你查一下餐厅等多久。
头的 G。但我每次都写二十分，那那个肉呢？那再滑一下吗？打电话找不到人。啊？哦，那是群组。我们走到那个经过餐厅的路线。好。他们可能在路东。我手真的很冷。手还是继续动脚的。啊，我手很冷哎，超冷的，我现在热不了。阿芳，你那么快就……你要不要戴那个手套？你有戴手套吗？有啊。那个手套戴紧。哦，但哦，放喽。放啊放啊。哦。而且我顺便往下看，你姐是什么颜色？就格子啊。就是那个不是，但是他们两个小孩子的衣服，那 Ferry 是什么颜色？他们应该不能太晚吃，因为周少宇12:30要上课，2:30要上课。2:30，那应该还好了。嗯，应该你再带一层应该 OK 了吧？我不知道，我超冷的。嗯。我现在雪杖是用假的，怎么叫？因为要用戴手套，所以是把雪杖用假。哦，好冷啊！嗯，耳朵也在冷。嗯，看啊，你要看下面哦。什么叫看下？哦、啊，我有在看，也没有特别往下，就是看着。好冷，好冷。啊，总之下午要戴帽子。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一脱手套，从餐厅出来后，我就觉得我手快冻死了。我一脱手套，超冷，你看我手是红的。赶快，赶快套回去！你现在风一吹，会很容易被人家吸。我已经过了，帮我讲不要冻。这条路上没看到人呢、欸，好像没有用哎、欸，还是好冷哎、欸，头都僵了。那他们应该是滑大路吧？还是我们一人一边的着急。哪一边比较窄？我不要走窄的那一边。我也不想走窄。那你这样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句话是谁要走窄？那个你说话，你说说看，你说看啦。我看他们也不会走这边。他说滑到餐厅了。那应该是走这边。不过如果他们也都是用八字形的话，这条路对他们来讲应该非常的安全。好冷啊、喔！我们是在那边硬要 S 才会觉得很危险。用发的话就不会，从大腿很酸啊。啊，那你走那边，我走这边。好了。啊，说，好像快要发热了吧？拍一拍，拍一拍，活血一下。太冷死了，冷死了。好冷，好冷哦，冷死我了，冷死我了。所以你这次觉得人有很多吗？也没有啊。嗯，人跟之前一样多。嗯，好像比之前还是多一点。多一点。嗯，哪边多一点？你上次那个以前修理教学的时候，完全没人。没有到完全没人，好不好？完全没人。有人，是你完全无视他们，而且他们速度很快，一下就走过来。我觉得人数都差不多。是说没有爆多啦。当然没有啊，好的，我觉得这一直就是这样。你的板子到底是什么牌子啊？你说我的、啊，嗯，就跟我那个鞋什么牌子？什么 ELAN 的牌子啊？是吗？是吗 ？A 这里有写啊 ，No。NORDI 什么东西的？哦、oh, ，Nautic 还是什么来着？
然后你是跟我学反同的那个袋子牌子的那个 Rosy， 因为它那个颜色很好看，千挑万选，白顶跟那个板子颜色我喜欢。好的，哎，其实我们这样一路上去看，没有就是没有了。你知道我说的意思？那我们已经去吃饭了。不知道，还是二十分钟就有里面有他们。那我们到底是来干嘛？什么意思？没有，他们可能，我知道我的猜测，他们可能划了一次餐厅之后，就跑去划了那条大路，所以他们现在正在大路上。那就一人选一边。不用了，我们一起去大路。为什么你觉得不会是小的？因为小路刚才看什么都没有。我们全部都看到了吗？有啊，小路几乎都在我们的视线范围内，而且也没有很大的声音。有小朋友哇哇。对啊，没有人在哇哇叫。一起去走大路吧。哦哦，有比较暖的感觉了。有没有？背后有暖。暖的，我刚刚一直就这样觉得。好，我想举哦，我想这个。我猜他们一上来就右转了。真的假的？其实我们都没有走过右转那条。我们要左转 是？要左转。Thank you.
找一下现在律师啊。嗯。摇脚，摇脚超好。我去哪里看看？我刚晾很久呢。没有，我这边觉得只有一下。那个是群组，我打错了，后来又打。绿的很轻松哎，绿的不太会脚酸。你觉得嘞？你蓝的也不会酸的。所以我们是要把洗碗擦着走过去，是不是？就是没人接啊，因为人家不可能太晚吃饭，因为中校永远不要上课啊。可是我们坐椅子上去就滑稽三天前。好啊。滑稽就不用再走过啊。好啊。我滑稽三天区就等于高级六万两的。好。对对。また万が一リストが何らかの理由により停止した場合は係員の指示があるまでは安全な乗車姿勢でお待ちください。なお乗車中に減速することがありますので有点尴尬、到底是要等一下还是要等它快一点。我播放啊、嗯、看看看我来还是去挑战右边那条路。哪边上去右转？好冷哦、嗯、上去右转什么路？这个绿线这边你没看到人啊、欸、这边是拉面吗？这是拉面，最近的是拉面。再往上一点看，就沿着车餐厅收顶、哦欸。我是要来这一间吗？不是呢、欸。这一间，这一间。你是说啊？好好。这一间。我看一下。嗯、餐厅路。嗯？可是要去吃就是爬車。那里插了两只。对啊，趴在旁边，旁边插人头。餐厅路是路边那边可以下，然后你不走餐厅路，这边突然间左转也可以到这，都可以。好。然后这边进来要等20分钟，看咖喱。没有看到人，我觉得我裤子爆开了。那个表是什么声音？裤子啊。所谓的爆开是？可能松掉了，但是它哦外面的扣子，那种扣子。只是扣子爆开。哦、餐廳我的手指还是好冰哦，冷到没有办法停。我现在手指也冰冰，我看不到，我刚滑下来都没有看到他们哎、欸。对，我觉得他们应该坐左边那条缆车的，可能是坐了滑了这边之后觉得很得意，就去滑那边。嗯。然后如果是他们坐到那么高，在上面也一定要猛拍一堆照片的。嗯。对啊。那我们这样先来餐厅好吗？就先来等啊。现在等可以等那六个位置吗？好像不行。就是二十分钟，我们赶快先等嘛，然后他们来不是刚好吗？你说二十分钟要去等汤咖喱？对啊，哦、我们既然先来，就先来等汤咖喱，要不要？嗯，也可以。吃一次看看就好。他那个二十分钟是12:10更新的，我现在再来瞄一眼哈。嗯。其实也没那么热门。餐厅区看起来，餐厅区看起来都没什么人在外面走，你说是不是？就是那种不是是不是滑雪的那种人怕多。根本就没更新啊，12:11更新的，现在都1点了。嗯。
好了，都没人，我觉得一点就是都没人。好，那我们赶快去，不然两点半要上课，来不及呀、啊。还是他们搞不好跟就在正在吃东西，现在正在吃东西啊，不会不理你呀。正在吃东西不会不理你。对，应该在忙。啊？应该在忙。你说什么？应该在忙。你说什么？忙。嗯。我的猜测是坐到左边上面去了。我猜，那我们刚刚变成我们就先跑一次。我就说汤咖喱，我们先去等啊。嗯。而且他们坐左边上去，中间有一段红的，他们可能吃不下。哎、欸，有声音了，看看是啥。快到了。他们到汤咖喱了。哦，好，那我马上滑下来。嗯，我就说我们五分后到，算了，来不及，五分钟后我们就到了，就直接滑去了。好，等他们滑去了，我们在找他们。现在没找到，还是小路没看到，还是他们在就在。哎，天哪，还很远，还很远。没差了。那他们是躲在房子后面，东搞西搞。我猜那个是过时的资讯，他们也是很紧张，二十分钟跑去跑，结果发现不用跑。太紧。哦，我要找针线，我到底有没有带针线包啊？会有。我要把它缝起来，这样我就安心了。我现在弄的绳子太短，我勒的手也很痛，你知道吗？还是你那边用橡皮筋绑 N 圈，它就不会动。没有用，没有用。你会觉得没用？就抽掉了。好，脚过去一点。你干嘛？这样。嗯。哦，好舒服哦，背后。对啊，我就说晒得很暖。嘿。哎，大家都。走走啊，走右边吧。不是要走右边吗？啊？哦，左边也可以啊。对啊。哦。右边是没走过。右边没走过。没走过啊。现在哪有走过啊？我不知道，你走啊。
在往上哦。啊？不能滑吗？哎，莫，你干嘛拿上去啊？莫，你干嘛拿上去？哦，我不知道他滑的，我从下面滑过来的。好玩，很冷。小心走，那个鞋硬硬的，要小心走。真的。你小心扶着旁边走，扶着，要不要扶这边会比较好扶？慢慢走，慢慢走，慢慢走，这很滑，这脚。好的，我们只有做 depot chair， 然后往左边跟往右。往左边就是。往左有直下吗？谁？你们已经登记了啊！我帮你们写了。你是四跟二是？对，因为我看到中间。好。然后我们是，反正有一边是直直下很宽，那个对着两栋 tower 的嘛。宽的滑过了吗？滑过两次之后才去滑另外一边，就是有比较走这往。宽的比较好滑的，窄的比较不好。对啊，窄的还好啦。窄的只有一个过弯的时候比较陡，然后他就在那边摔倒，后来去救他。窄的比较会让人紧张。对啊，而且他给我摔在那个转弯处，然后我要回去救他，我已经先下去了，我就没有办法爬回去做绕托尔先生，然后再回去弄他。所以我快渴死，不一样。哥哥先喝一口。